比大赛源自英国。在1780年，打比伯爵 Edward Smith Stanley 和英国赛马会高级董事 Charles Bunbury 创办了一项一里的三岁红马和痴马的混合赛事。两人用择号形式决定赛事的名称，结果打比伯爵赢了，赛事就命名为打比大赛。自此更加成为英国马坛的重要赛事之一，亦都成为世界各地打比大赛的鼻祖。